你怎么了？头疼？没事儿。啊！任丽。嗯。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啊？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我听说灯捡了个孩子，没奶吃，天天嗷嗷叫，挺可怜的。你说我现在还有奶，我去给他喂喂。这是好事儿啊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你去吧，啊，帮帮人家。哎，你说的是真话？我不说假话。这个狗啊，是我跟乔月的孩子。别胡说八道了。谁不知道乔月的孩子让狼给叼了去了？我看你是想儿子想红了眼了，来打我的主意。我告诉你，别做梦。没有证据不能乱说，照你这么折腾下去，还让任丽两口子活不活了？让老驴子活不活了？你现在是当领导的，不能只顾自己。这事儿啊，就埋到心里吧。退一万步说，狗就是你的孩子，灯养着比你养着好。哎呦呦呦呦呦，这可真是有苗不愁长啊。婶子，哎，喝点水。你怎么有功夫了？嗨，我呀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给咱家灯啊说门亲事。谁家？你说我吧，他就是糊涂啊，放着那么一户好人家，我咋就没打算呢？赵有田。哦，赵有田啊。行行，别打算了，不行。怎么不行了？身子板不行啊，那黄瓜秧子似的，就怕了过不住日子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说你吧，那就是眼窝子浅。人家那赵有田啊，没啥大毛病，就是胃口不好。要是有了媳妇儿，那一天三顿的好吃好喝滋润着，我保证，不出半年，那就能胖的把那炕压塌了。他爹。他马婶说的在理儿，咱灯都多大岁数了，再好的人家也不好找了，对付着吧。那不是灯啥意思呢？不行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这么说，你就是要和牛大胆过日子？我祖宗啊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就是大胆答应了。你爹这关也过不去。死活不从这个口是吧？铁了心了。好啊，闺女啊，你这是往死了逼我呀。爹，是你把我往死里逼。我不逼你，我不逼你，我不配做你的爹。从今往后，这个家你做主。杨叔，干嘛去？看这脸色不好。咋了？又跟闺女吵架了吧？哎，你朝大井去了？是啊，这没带扁担，没带桶的，也不像是去打水去。
糟了，他要跳井！哎，快！等会儿，抓住！丹姐，丹姐，你爹出事儿了！啊，丹姐，老天爷！啊！哎呀，别愣着了，你爹出事儿了，赶紧去看看他！老天爷呀，这是怎么了？丹姐，别拦着我！不行，我不像话了。哎呀，我在村子里抬不起头来，哎，闺女还看不起我，我死了吧我，我的没事没皮了。大叔，别管我，大叔，大叔，别管我，你可别这么说啊！别管我，在乡亲们眼里头啊，你是个人物，你不但是个好庄稼把式，你还说话算话，啊？我呀，都想着呀，把您请到我们社里当军师去，那时候您什么活都不用干了。您成天就拿个羽毛扇，您扇两下，您给我出个主意就行了。大胆啊，你别给我灌米汤，我不求别的，我就求你一件事儿。啊，灯儿还想跟你过，你就让他死了这条心，行不？行不行啊？不行不行！哎，不行！爹，爹，爹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爹，爹，你别这样，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爹，你是干什么呀？灯啊，这么说，你答应了？答应是答应了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就怕我爹不答应。你说，不管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我要抱着狗嫁过去。那不行，那哪行啊？那是我孙子，他姓杨。是啊，你把狗抱过去，那他就姓赵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可是你们都这个年纪了，狗还那么小，你们怎么养活呢？哎，我看这么着吧，这狗啊，就让灯抱过去。我说老驴子，你也不用害怕这孙子没了啊，这狗儿过去啊，他还是姓杨，还是你孙子。这倒行啊，不是那有钱能干吗？哎，这个呀。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呀，我早就知道灯有这么一说，我就跟人有田商量了，人家说呀，不在乎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，过了8月15就过门。好啊。就是灯啊，穿上这件衣裳，那就是盏灯，俊死了。娘，我出去一下。上哪儿啊？我去乔爷那儿问问狗吃奶的事儿。把衣裳脱了。不脱了，我让他看看。敬您老一杯酒，您可一定得喝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么些年了，您儿子一直把您老人家的话记在心上。
儿子心里都不畅快。为什么呢？你有个人一直在你儿子的心尖儿，赶不走，拿不掉，睁开眼睛是他，闭上眼睛也是他，身前背后全是他。你这怎么忍呢？你放心吧，你儿子什么都吃得下，什么都忍得了。你心里还有我？胡说什么呀？你找我什么事儿？你别装了，你躲我干什么？我躲着你干什么呀？刘大胆，我再问你一句，这辈子你还能不能娶我？我爹不让。那是你爹，我在问你。我听我爹的。来跟你汇报汇报思想，走走走，进屋说，啊，走走进屋说，走屋里说，走走。Thank you.
给你弄俩下酒菜，陪您喝喝。不用了，你要回去。哎，我走了。袁里啊，饭好了，你先吃，别等我啊！你又喂孩子去啊？你要是不乐意，我就不去了。狗现在断奶也行。哎，去吧，帮忙帮到底。狗这孩子我一直没见着呢，挺好的吧？哎呦，可带人亲了。可能是我喂他奶的原因，对我呀比对灯都好。看把你美的，快去吧。哎。马社长，忙着呢。哟，这不是区团委书记小崔吗？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。怎么，今儿怎么有空大驾光临了？万春书记打发我来，请您到区里去一趟。哦。哎，马社长，哎，你来坐前头来，坐这。我去。哎，人家坐前头了，等会儿就靠你了。快快坐这儿啊！行，咱人齐了啊，咱就开始。上午呢，我上县里开了个会，一散会我就赶紧赶回来。这连夜把大伙叫来呢，有个很重要的事儿啊，宣布。宣布完了，今天晚上大家就连夜行动起来。啊，什么事儿呢？今天县里通知，从明天开始，成立人民公社。这区的建制啊就撤销了，就说这打明起啊，咱麦香岭区就改名为麦香岭人民公社。哎，人民公社啊，干什么呢？比高级社还大。哎，确切呢干啥我也不清楚。哎，但你说对一点啊，那绝对比高级社要大。哦，那怎么这么急啊？明天就是国庆节了，等过了节你再成立不行吗？问牛大胆，这成立人民公社是听你的呀，还是听县委的呀？啊，让成立就得成立，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今儿把大伙喊来呀，没别的事儿，咱就商量一下怎么宣传，怎么造势。王局长，要我们怎么干，你就下指示吧。哎，马社长啊，咱这些人里头啊，就你读过大书。这肚子里头墨水多，你就带头写写，写点这个对联啊、大标语什么的，写的越多越好。写完以后啊，大伙连夜带回去，挨家挨户贴，漏一户都不行，明白吗？好，哎，哎，是，我写没问题，可是怎么写呀？写什么内容啊？嗯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哎，你这样，你呢就按照这个报纸上写啊，就写人民公社好。社会主义好，共产党万岁，准错不了。人民公社还没成立呢，你怎么知道人民公社好啊？哎，牛大胆，这还用问呢？领导高屋建瓴，站得高看得远，领导说好就是好，对吗？你看人家马社长啊，人虽然出身不好，但是改造的好，人那个讲话有水平。行了，都别坐着了，赶紧帮着把这纸裁一裁。来来来，赶紧大家来帮忙裁一下纸。共产主义是天堂，人民公社是桥梁。壮儿，啊，出来来，干啥？你看，人民公社就是好。成立就能吃得饱，
好啊，吃得饱就行，什么公社都好啊。你说公社这一成立，两个高级社合成一个大队了，这人也太多了。大胆这个家呀不好当，多亏马人力给他支腿，要不然呢够他忙活的。哎呀，这几年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，现在又变成人民公社了。政策一直在变，可自打高级社以来，这地里的粮食咋越打越少了呢？都是庄稼人，啊，怎么回事？装糊涂啊？哎呀，其实谁心里面都清楚，出工不出力呗。我那公社也有公社的好处啊，一大二公嘛。咱们公社就要在麦香河上游啊修建水库了。哎，怎么没看见这马副大队长？头就要到公社，筹建水库去了。筹建水库？嗯。这叫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了。刘队长，这片玉米地亩产能达到五百斤吗？五百斤？啊，差不多吧。好，很好。哈哈，这看来是要跨黄河了吧？但还是不够，咱们还要过长江。明年能不能达到八百斤？八百斤？哎，五百斤都使出吃奶的劲儿了，八百斤，八百斤连想都不敢想。老牛啊，你这个思想太保守了，啊，口号怎么提的？人民公社是桥梁，共产主义是天堂嘛，啊，不要像小脚女人走路，要敢想敢干，人有多大胆，地就有多高产。为了达到十五年超过英国的目标啊。咱们一天就得等于是二十年呀、啊，那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嘛，是不是？那就得吐血了，尽力吧。好，牛队长，书记批评的对，你们不敢想，我们敢，我们大队向你们大队发起挑战，敢不敢应战？敢，有什么不敢的呀？啊，还怕你们不成啊？好，嘿嘿，哎，就得有这种比学赶帮超的劲头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马队长啊，你是个文化人，咱们公社提出来的来年过长江，你怎么看呢？是不是有点太冒进了？啊，不，绝对支持。好，好的，很好。那各位大队长，你们回去研究一下，咱们来年怎么过长江啊？拿出个方案，拿个办法，啊，还有个事儿啊，得跟你们提一下。为了提高生产力，啊，把妇女同志呢从这个锅台灶边给解放出来。咱们公社要求每个大队都要大办食堂，从今往后啊，吃饭就不要钱了。啊，给你们三天时间啊，三天之后到你们食堂吃饭去。办食堂是个好办法，欢迎领导来做客。今天是咱们食堂第一天开饭，啊，公社的王书记啊，快来吃饭来，大伙儿一定要做出水平来啊！队长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做的这些菜又不把领导的肚子撑得溜圆溜圆的，就不算我们有本事。当然了，妈，我今儿都做了我最拿手的油炸肉段丸子。嗯，好，是你们家吃不饱被窝里教你的吧？
赶紧的，赶紧的！公社抽调咱们这些人到水库工地上搞突击，我来带头，啊，大家一定要好好干，不要给咱们村丢脸。好，马队长，干活没问题。 不错呀，这还有肉蛋呢啊！领导满意就行。本来呀，还想做肉馅饺子呢。时间太紧，没来得及。哎，这就很好啊！很不错，这个大伙可劲吃啊！这个吃好了以后，干活有劲头啊！二姐，干别的不一定行，您要是讲吃饭，咱哥有能人。我就知道你小子肚子大啊！没事，你就使劲吃，我看你今天到底能吃多少。哎，王二姐。 就这桌菜，我一个人能都吃了。你信吗？师傅，别没大没小的。哎，王书记，哎，来两句。贾大娟，行。这个乡亲们，我讲两句啊。刚才啊，我听你们马队长说，啊，你们大队这个去修水库的突击队，吃完饭以后就要出发了。在这儿呢。 我就以水代酒，给大家伙壮行。啊！这个说起修水库啊，这有一个人功不可没，那就是你们的马副大队长，就是他跟县水利局提出的建议，而且自己亲自写了这初步的修改方案。你们村出能人呐！哎。 哎，这王书记啊，过奖了。我只不过是提了一些建议，如此而已啊，是吧？我不多说啊，大家伙赶紧吃，尝尝这个大食堂的饭菜，好不好？走！来吧，能人。 这么吃能行吗？凭什么呀？用不了多少日子，那粮库就得吃空了。那你还这么干？不这么干，我怎么干呀？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孩子哭了抱着他娘，先吃些日子再说吧。 干了有一阵子了，我得歇会儿了。吃不饱，你又歇着了。你这才干了多长时间呢？你又不是队长，你管得着吗？哼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也太懒了。我估计以前的地主啊都没你懒，难怪人家水库工地给你撵回来。哎，你别瞎说啊，是我不想干了，自己要求回来的。哎，上工慢似牛，收工一溜风。 地头一做一个坑，说的就是你。你没说全呢，还有，村头等地头让，队长不来我不干。你说这敲钟上工，敲钟下工，干不干活就是那几个工分，费那么大劲干嘛呀？你看，他们不也在那歇着吗？也是哈。哎，吃不饱，要歇着，咱上那面去。
看看你媳妇儿给他们讲什么新鲜事儿呢。走，我不去，我晚上回家猫被窝里听去，你去吧。哎，吃大食堂的时候一个样，干活又是一个样，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。这多好呀，这多舒坦呀。啊，哎，你们说啊，这大食堂办得好好的，这才过几天好日子呀，呼啦一下就不办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还办下去啊？那再办下去，把咱那点老家底儿就都弄光了。平时干活一个个不出力，好家伙，这吃起饭来一个个咋呼咋呼的，跟蝗虫似的，有多少粮食也不够。哎，听没听说，别的大队的食堂都还吃着呢，就咱们队，队长一声令，都给撵回家吃饭去了。要我说，这个人就是霸道。哎，他关之前他也不听听咱群众的意见啊，上面领导批评他就瞪着眼珠子跟人顶，牛，牛的吓人。我倒觉着队长有队长的打算。粮食是咱们自己的，吃光了怎么办？把粮食都吃光了，咱们要饭去。有这样的队长啊，咱们应该心里偷着乐。他让人托底儿。哎，听说没有？上面的钢铁元帅可升帐了。我听说咱们农民也得大炼钢铁了。啥？不可能吧？哎，我听马队长说了，在麦香岭那边倒是发现铁矿了，可是含铁量也不高啊。再者说，咱这也不产煤，咱恨不能拿烧煤秸秆大炼钢铁吧，是不是？烧煤秸秆干啥呀？人家有的村砍树烧炭都能炼出钢铁来。这我不信。咱老农民就会种地，这炼钢铁是人家工人的事儿。现在是大跃进，啥奇迹都能发生。哎，知道北京的十大建筑吧？这才几个月呀，呼啦一下都盖起来了。这倒是实情。就这事儿啊，他全世界也得给咱竖大拇哥。可不，北京的十大建筑几个月呼呼啦啦就盖起来了。嗯，你们看见了吗？我都听广播了，这还用看呢？你就不听？再干一会儿吧，这要不然对不起咱老祖宗给咱留的这片地。干一会儿吧。哎呀。刘队长，哎呦，啊，你滚回来了！怎么着，没有我的请示汇报，心里不舒坦了是吧？管哪儿的事儿？你先说啊，还回水库工地吗？哎呦，我就是回来拿点换洗衣服，工地忙着呢，天黑前我就得赶回去。有什么急事儿你说。我也是刚开会回来。哦，上级要求大炼钢铁，啊，整幢老地都要求要去炼钢铁。这不，土高楼的图纸也发下来了。要按这样子来。这哪叫高炉啊？我哪懂啊？钢铁谁练过呀？哎，你说怎么办吧？顶着不干？眼下这形势，顶恐怕是不行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是大队长，你拿主意啊！我要你这副大队长干什么吃的？白吃干饭的呀！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。那你要听我的意见，那就是顶着不干。你不是刚才说顶不是办法吗？那就不顶。那不顶麻烦更大了，地里的庄稼全没收呢，全烂在地里啊！那你说这顶也不行，不顶也不行，你还问我拿主意干什么呀？你自个儿琢磨不就完了吗？得了，我还是回家吧。算，问你也白搭。你先看你媳妇儿去。就你这态度，我有主意也不给你拿。就那么急着往回赶啊？不在家住一宿？我在那边负责监工，大伙挑灯夜战，工程质量我来把关，我不在场不行。你真行，领导又对人了。哼。
修水库是我多年的梦想，真的，要是没有人民公社，根本不可能。从这一点看来，公社化还是有它的优越性。缺德呀！我呀，哎，去，行，还没破相。我琢磨就是你，你想暗害我呀？要你给我拿个主意。主意？嗯，我可没主意。你说了，你有主意你也不拿给我。这就是说你有主意，赶紧说出来，要不然你甭想走。你算是赖上我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属狗皮膏药的，贴在身上想拔下来不容易。哎呦，真拿你没辙。行，大队不说你。哎，没事啊，没事。这要给我摔死了，算工伤吗？工伤？什么工伤？算了。你小子，鬼点子就是多呀。这书不是白念的，啊？嗯。好了，没事，可以走了吧？嗯。啊。哎，请。站住！啊。以后再遇上这事儿，别跟我玩阴呢。那呀，得看你对我的态度怎么样了，啊？谁呀？是我。你没走啊？屋里说去。我仔细想了一下，领导让咱们政治挂帅。什么是政治挂帅？政治挂帅就是要听上面的话。上面不管让咱们干什么，都是革命工作，都是为了大跃进，让咱们群众早点踩着人民公社的金桥梁，跨进共产主义天堂，过幸福日子。你就按上面的布置干吧，啊！我说老马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害怕了？刘队长，我跟你不一样，能不怕吗？你怕我不怕，你不用担心。要是出了问题，我一个顶锅。就是砍了脑袋，我也不会连累你。你说话算数。牛大胆，别的优点没有，就是说话算数。